儿被这个红雨实力打脸教育了一下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我又给这个冰箱里增加了一个新的这个喂龙鱼的小零食，也是主食吧，就是这个冻麦穗，散冻的麦穗。麦穗鱼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，就是它大概率是会浮在水面上的，一多半吧，一多半都会浮在水面上，这样的话就非常适合于龙鱼吃，又能预防龙鱼的钓眼，它营养性本身也是不错的。你看它吃的多开心，即使它往下沉也会很慢，甚至就是有的是悬浮在水中间，它不会沉到底，然后让这个龙鱼费劲。主要就是我看我平时这个大龙啊，它比较辛苦，平时跟这个红鱼抢确实有点费劲，红鱼直接一盖过来呢就把食物全都盖住了。这哥们呢吃着就有点费劲了，他没有吃过太多的这种上浮性的这个东西，一时间还不太适应。然后我就把这个小麦穗投喂到这个缸里，吹下去之后啊，这个麦穗就缓缓的就浮起来了，龙鱼呢也是吃的非常舒服。但是着急的红鱼用实力告诉我，愚蠢的人类，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他扑腾上来，然后把这个水面上的这个麦穗吃的啥也不剩，你看又吃了一条，居然还在咧嘴嘲笑我。放慢动作让你看一下，你看他扑腾扑腾一嘬走到手。今天还干了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个马印的量子盒重新安到了顶上。都说这个蓝光能够洗磷底吗？我想要试一下，但是我看他们都打在侧面，我不知道打在顶上能不能有用，只是觉得打在侧面太难看了，所以我不打在侧面。你看上面印了好多大佬的名字，什么时候我的名字也能印在上面呢？其实我觉得晚上当夜灯也挺好的，只要他不反感就行。先看看龙鱼的状态再说吧。